大家好，我是陈美凤。我们今天这个单元非常高兴，请到一个酷得不得了一个帅哥。但是呢，我可以用一个最新的形容词来形容他，就是呢，这个变成新精神类的新好男人。为什么变成这样呢？我们请到我们特别来宾，就是王杰。这个王杰变成新兴人类的好男人，本来是酷得不得了，但是结婚生小孩之后当爸爸，那慈父的样子就出来了，哎，比较温暖一点的，比较温暖一点点，对对对，感觉上好像那新兴，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新，最新的人类哦，最新的人类，现在新兴人类，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是喜欢用这样的方式，那他们都是旧人类啊。那两位到我们的介绍一下，你们是新兴，我们是狒狒啊，狒狒，我是金刚。我们今天呢，因为配合我们这些新兴人类好男人王杰到来，所以我们特别请到，再度请到我们的节目的两位顾问来跟你一块上这个节目。我们请他们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哎，这大家好啊，大家好啊，我是这个董雪红，来掌声鼓励鼓励啊，好。今天在现场，我特别要跟大家呢分享一套我这次呢又专心的这个创造出来的一组气功，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嗨。自我介绍，来，各位同学，红包多，我是呢，我们这个命理大师喜来华先生。当然，我研究这个命理、紫微、紫蓝、紫阴。什么？大家好，谢谢东西啊！好，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研究一下我们王杰的命理。是的，好，今天我们请了两位顾问呢，一块来这参加这个单元。我们就是要开放这个现场的call in呢，就是新兴人类的好男人王杰。还顾问有话要说吗？没有三两三不敢摆地摊啊！这个王杰的唱歌呢，最重要就是他气一定要够啊！这个气的够的话呢，丹田的唱歌才好听。大师，你今天好像没有表现一下啊！难怪把你的功夫输了。今天特定的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用这个闭关苦练多时的叫做一阳指神功啊，各位看看啊。大师要不要帮忙？哦，你是阳指巅峰啊！哎呦，简直打到我！哎呦！各位听到这个声音哈，好的，作假啊，绝对这个啊，如假包换，如假包换，你试试看好了哈。你也练过吗？我们来看看他的王姐的气到底够不够。但是我不需要练，我不需要运那个气啊，我不要这个开玩笑。来，大师拿一下，我这个我只要用上半身。哇！准备，我们就在这现场开放这个专线，让你打电话来问我们这个新好男人王杰的问题。最主要呢，就是新好男人其实不好当，那么甘苦谈，大家一块来分享。我们现场电话是3838438，欢迎你打电话到现场。好，我们现在呢，哎，马上很快就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了啊，请问的现场是哪位？台北的邱小姐，请问。邱小姐，请说。王杰你好，我想请问你啊，当初是用什么方法向你老婆求婚的？那今天可不可以请你现场再表演一次？对，你好。我当初呢是怎么样跟我老婆求婚，在现场是比较没有办法表演的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当初是就是滥用职权啊。为了追我老婆，就是我就特地为她设计了写了一个剧情的 MTV， 然后我在一个山上啊，弄了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字，就是 Baby I'm Your Man， 就是那首歌的。然后到其实我太太刚开始还不知道，那到了最后那天要收工的那个镜头，我们才拍那个镜头。然后那个镜头是我也跟导演私底下已经讲好了，我要抱着她，抱着她求婚，然后她就很感动。然后刚好天空又下雨。那感觉就很棒，这样子被求婚的，对，没错。小姐，你了解了吗？满意了吗？好，我们就再接下一通。可以吗？是新竹的曹先生。曹先生。喂，王杰王大哥。哎，你好。你好，你会不会啊？大男人。先大声一点好吗？听不到。喂。哎，你会不会有大男人主义？哦。你在家会不会帮忙做家务事呢？如果有，都做哪些事情？哦，这样子。小孩子的尿片你会不会换？哦，我不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哪个女人嫁给我哪个女人就幸福，应该是这样子吗？当然是这样子啊。徐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他的命理是这样子吗？来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徐老师，我们再看一下这王杰他这个在子宫方面好不好？你刚说什么宫？子宫。你刚说子宫吗？你要看他的夫妻宫呢，里面有一个叫做容易变星，但是呢，我觉得呢，可能命盘有点这个出生日期有点错误。但是呢，我们从他的姓名谁来看？来，王，王中之王，杰，杰住每个人的心，所以呢，只要王杰出品，观众有信心，他老婆就这样被他抓住了。气功大师，你认为从他摆脉，这个男人是不是会一个疼老婆，还是很大男主义的？哎，这个他会不会做家事呢？这个一个人呢，他这个身体上的各官能呢，啊，非常的有关系。我们呢再来这里看看呢，王杰他的这个脉搏啊是怎么样，再替他把个脉。是。好。脉搏呢？好，我们再把个脉啊。这王杰的脉搏呢，跳起来呢，这个感觉呢非常正常。在接脉搏的同时呢，我突然感觉泰森这个人，我突然感觉王杰的功夫好细。哎呦，还好过。好了。为什么皮肤这么细？为什么手呢好像都没有太粗糙？表示在家里面呢，表示他也不太做什么家务事。家里面一定可能是呢有一个这个飞机女佣在帮他做事情，是不是？胡说，其实不是，因为我做家务事，我一定戴手套。我在家里面都是。有时候就是帮小孩子换换尿片啊、他是有家里可能有人帮忙，然后呢老婆也很贤惠，所以呢大部分事情都老婆在分担。好了，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好，来，我们马上进行现场开放现场 call in 啊，嘉义，嘉义，嘉义，黄同学，黄同学，听说知道你曾经当过特技人员，那知道那个工作是比较容易受伤，你有没有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害呢？哦，是是是，这个说到这个伤，其实我身上真的是蛮多，我其实以前也讲过，我骨头大概断过12次了，然后身上缝过的针，如果要从腿开始到别的地方的地方，那个有些地方不能说了，那大概价钱有100来200针，是这样吗？对对对，从那个命盘看得出来吗，徐老师？命盘看不看得出来？来，又来。根据他的极恶宫，也就是他很容易受伤的地方，他有一个空心。空心呢，我也不太会解释。但是呢，从他骨折的12个骨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来了解一个故事。红包也多，钱也多。这伤痕，也就是鼠年那一年，他伤到第一次。最后一次呢是猪年，所以分别呢这12道伤痕是去无后土灵爪呗，有搞给搞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接另外一通电话，哪里打来的？哇，哦，这通是从金门打过来的，陈同学，陈同学请说。喂喂喂，大哥你好。哎，你好。我住在金门哦，所以没有机会到台湾去看你的现场录影，所以能不能请王杰王大哥在现场唱一首你的成名曲，有意的那个。有意的那首歌，有意的那首歌。现在不能报歌，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但是等一下。王杰为什么会把歌唱得那么好呢？其实呢，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差不多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一首歌，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非常优越的歌手。这首歌呢，它是一首诗，而且可以拿来中用吟唱的。关于我这个国文的造诣呢，我是很厉害的。所以一首诗是这样子：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他来天地两小时啊，咿呀咿呀哟。这是在你清朝时代的歌吗？清朝在欧洲的中叶时期。第一点，这个他不是清朝的歌。第二点呢，这个王先生并不老啊。第三点，他也不是猪。哎，你唱的歌刚才，刚才这刚才有金门的这个同学啊点播这个一的歌啊。这一的歌呢，王杰在他的这个很多唱片当中呢，有一首歌非常具代表性。你也知道的。这个一的歌，我们不要说我知道，全国上下的老女男女老幼可以说耳熟能详，大家能朗朗上口。来，我们先帮他哼两句。我们一起来唱一的歌，对不对？一朵小花，他哪是没关系，我们马上，我们把它转回到王杰的唱片。来来来，正式一点，正式一点，来。1 2 3 4，一样的月光。这是苏芮唱，你别搞错了，好不好？好了，我们真的要知道，你知不知道？唱对了，好不好？唱一首，王杰的一首歌，比较温柔的是一个情歌，一二三四的一，对，我就来的。知道啊，歌名呢？8个字，8个字，预备，来。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知道这首歌怎么
们唱，我唱给大家听。啊，对对，我觉得美凤比较做事情比较诚恳一点。这首跟一字开头，大家同学都知道，对不对？咱们一块来唱。一只牛买买五十。哦，算了算了，我自己唱比较。到底是什么歌曲呢？一场游戏，一场梦。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你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我们两个是说的越多，打的越多。那希望再请问一下，真的好好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你会选这一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成为你最喜欢的代表作？因为这首歌其实坦白说，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历史。是为什么？这首歌是王文清写的。当初这首歌其实拿那个 demo 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子的。那这首歌把我们搞惨，我只记得李老师那时候丢给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你们想办法把这首歌服用。”腐朽化为神奇，会差很多吗？跟开始的 demo 真的是差蛮多的。结果后来经过我们调整，那李老师的一番的指导，那这首歌竟然没有剪接过的，是真的一口气这样唱。可能说因为大概是新人吧，李老师就想说，反正这个新人也不卖了，大概准备唱，大概结果，哎呀，没想到，没想到卖的相当相当的好，也是成名曲，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是是，那两位大三有没有什么事要特别交代？这个还是呢，这个。沉默是金啊，不要再说了，这一场游戏一场梦啊，我们俩头打得好痛啊。我看呢，就今天我们呢，这现场朋友呢，那个反应也非常的热烈，非常踊跃，是不是？我们今天整个这个 call 呢，就到此呢，先告一段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再接受您打电话进来，希望下礼拜要更快，卡就卡进来哈。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位新兴人类的新好男人王杰的光临，谢谢，希望他们快乐，拜拜。